迎收看《糖糖亲子游戏》。今天呢，面包超人给小朋友们带来了特别的凯蒂猫音乐盒集蛋，还有白雪公主巧克力集蛋丸。先拆一颗白雪公主集聚蛋。包装上面有可爱又美丽的白雪公主。锡纸包装，哇哦，这是一颗美味的巧克力奇迹蛋。打开巧克力蛋，里面有一颗扭蛋，里面有一个人物，会不会是白雪公主呢？奇趣蛋里可以拆到小矮人、白雪公主、王子，还有巫婆，还有坏皇后。很明显，我们拆到了小矮人，胖乎乎的小矮人很可爱，他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，好小啊！好小的小矮人。接下来我们玩这颗凯蒂猫特别的奇趣蛋。这个盒子可以打开，分成两个盒子，包装上面有凯蒂猫 Hello Kitty。 哇哦，里面有彩色的小扭蛋，先拆这颗蓝色的扭蛋，是托马斯小火车，这是一辆绿色小火车，车身上面有三，是数字三号小火车，是高登小火车，很帅气的高登小火车。还有一颗紫色的扭蛋，打开它，哇哦，一只可爱的透明小松鼠，是小公主苏菲亚里面的小松鼠，它的尾巴好大呀。还有一颗紫色的扭蛋，打开看一看，哇，是小王子，他是小公主苏菲亚里面的小王子，很帅气的小王子。还有一颗粉色的扭蛋，哇，是小马宝莉公主，这应该是碧琪公主吧。最后一颗扭蛋，是一条小鱼，小朋友们知道小鱼的名字吗？它的主体颜色是橙色的，可以组装。这是我们的尼莫小丑鱼，开心的尼莫小丑鱼。再玩玩这个特别的盒子，里面有东西，是一个八音盒，下面有开关，会
会发出美妙的音乐哦。哇，好清脆的铃声。对吧，是不是很美妙啊？仔细看看，这里就像是一个钢琴一样。音乐停止了。小朋友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